喂，对不起，我想找 Birdy， 不对，想找王伯德。一辈子能够遭遇多少个春天，多情的人他们怎会了解，一生爱过就一回。他叫 Birdy， 他说 Birdy 是一部电影的名字，在讲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很正常，一个疯疯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快点，过来！快点，杨哥，别过来啊！要干嘛？喂，快点！你年轻的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Profiter du moment， profiter du moment， 活在当下。你被人玩个屁吗？现在是谁没走？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像我这样爱过一个人，所以你根本不会懂。看不懂你，我懂你啊。在这个世界，有一点希望，有一点失望，我时常这么想。大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了？每个人的初恋都跟史诗电影一样伟大。